雲迪即刻佩奧爾，佩奧爾向前傳出，揾緊傳波嘅機會。好，美斯攞到波啦，碧咸。好嘢喎！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。C 朗拿度攞到波啦，禁區裏面有隊友傳得噶。碧咸，好機會，美斯射門啦！大班啊！马菲斯迪力特，美斯，哇！啲人横睇电睇都系犯规啊，罚球啦！费兰到托尼斯起脚射啊！咦 ，good try 啊，值得试下噶。唔好话你啊，我都以为呢球波入球嘅，争少少。碧咸、戴维斯、碧咸、沙加，快速进攻啊！费兰道托利斯、美斯。今次啊输俾后防球员啦，不过佢唔使几耐咧，相信就会再嚟过啦。呢下睇嚟似犯规系啦，冇错啦，球直吹鸡啦。嗱，而家两队咧系互不相让，所以个控球权啊好重要嘅，唔好乱咁送礼俾人先得噶。沙加、费兰道托利斯，脚法好好喎。而家睇落咧，场波嘅关键咧就系边队能够冷静啲，能够 hold 得住个波啦。好，美斯攞到波啦，呢个直线靓啊，向住侧翼，真系冇收脚嘅。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喂，呢啲時候咧，有經驗嗰啲球員要負多啲責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簡單就失咗個波嘅。費蘭到托尼斯，因為佢個下身力量夠啊，所以腳步提得穩啊。嗱，而家兩隊咧係互不相讓，所以個控球權啊好重要嘅，唔好亂咁送禮俾人先得嘅。成份被人撞开了，斯朗拿到，费兰到托尼斯。嗱，呢场波睇嚟99%都打和噶啦，不过仲有一次机会。一个长传啊，上前场，大班啊，向前传出。斯朗拿到，沙加，90分鐘內啊未分勝負，咁啊進入加時階段啦。我諗兩邊嘅教練咧都冇得怨人，係佢哋自己隊波咧打唔出啲咩火花。球員唞一唞，準備啊踢多30分鐘啦。
巴塞隆达开始加时的上半场。斯朗拿到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碧咸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中田，碧咸。沙加，踢埋上去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。个波而家喺美斯度突破咗啦，喂，把握机会啊！哇，竟然射唔入。喂，系咪真系太紧张啦？头先呢球波应该要入咗佢领先噶啦。中田，沙迪奥文尼，文尼整脚直线，直接长传，李斯，个波传向左翼，文尼。斯朗拿度攞到波啦，试下压埋去啦。加时啊，踢到半场啦噃。嗱，睇下边队波咧可以俾多两次用紧啦。咁啊，而家啲球员咧，大家都仲系睇得好耐嘅。比赛嘅气欲嚟啦，真系睇呢场波都等啲球员攰啊！到底边队可以顶到最尾啊？守門員看準時機做個應變，李斯為腳直線機會，你有沒有入啊？簡尼烏鬥得精彩喎，呢球波竟然入。見到後備席有所動作啊，怕且都要換人啦，一口氣又換咗兩個人噃。喂，一次換兩個人，睇嚟領隊起跳啦，影得麻麻地喎。戴維斯，戴維斯好快咁向前傳，阿拉巴，美斯。咦咦，斯朗拿度啊，攞到波咯喎，力量夠啊，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咗。朗拿度解咗圍先啊，喂，拉弓，呢一球波要入啊，皮亞高。見到個波咧嚟到斯朗拿度腳下，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夠鐘啦，夠鐘啦，就快，會唔會有鼓勵唔到嘅結局咧？呢球波過門啦，意識唔錯啊！巴塞隆達立翻個波啊，再贏多次，有機會反擊啦！祖雲達斯嘗試最後一擊，兩隊都仲係分唔到輸贏，咁啊要互射十二碼啦。我見到雙方球員都睇到筋疲力盡啦，真係覺得其實大家都係贏家㗎。可惜呢場波只可以有一隊贏嘅啫。
嚟到呢一个时候，射十二码分输赢咯。第一个负责主射嘅球员，哇，气氛好紧张。朗拿度行埋去，咁啊做第一个主射啦。真犀利啊！连足够两球。嗱，龙门嘅苏丹咪就呢个时间啦。哇，几型！文尼个眼中只系得个波嘅啫。又救到啦！靓波，龙门又做英雄啦。好，第二轮由佢嚟射。嗱，十二码咧就系咁踢噶啦，吓守门。再第二邊到第二個啦，咦，掂啦，巴塞隆拿可以拉開比數嘅。冇得彈啦，兩球。祖雲達斯可以再失噶啦。呢球波睇得鬼馬啦，龍門捉錯曬路啊！巴塞隆拿啊，有權領先兩球啊！哇，睇得好清楚啊！嗱，呢個波要讚下龍門啦，好集中啊，走得靚。做足功課啦，龍門之前啊，完全知道對手點樣射嘅。提亞高一定要冷靜啊！帶嚟勝利嘅一球啊！巴塞隆拿踢到十二碼階段，終於啊揾到方法贏波啦！哇！呢場波究竟打咗幾耐咧？總之我覺得佢打咗好耐啦，好在終於都打完啦。赢波呢队啊，少啲斗心啊，都冇可能攞到呢个最后胜利啊！好，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嚟到呢一度啦，多谢晒 Keyman 同我哋分析讲解呢一场波啊！